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移动香港公司政企客户部5G 行业应用及方案团队的 leader Jackie 赵那也很荣幸今天能够来到现场并且我们也获得了主办方颁发的两个 Excellence Award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Year 2022。在这里我也衷心感谢主办方的信任和支持那我最要感谢的是我们的客户没有他们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获得这两个奖项我们第一个方案是 5G 网联无人机我们的客户是香港振华工程我们在2021年跟客户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充分发挥双方在各自领域的优势，去落地智慧工地的标杆案例。那我们这次为客户提供的 5G 网联无人机的方案，结合了中国移动领先市场的 5G 网络，以及自主研发的哈勃一号机载通信终端，还有 5G 凌云无人机平台，为客户提供了云管端一体化的解决方案，能够将智慧工地现场的视频实时回传到后台，也可以结合 AI 的技术去做实时的处理和分析，为客户提升了在工地现场勘察巡检的一个效率。那以前可能需要5到6个技术工人工作一天现在只需要2到3名人员在1个小时就可以完成。那这个方案的落地对于我们在香港持续的推进智慧工地的标杆案例建设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